龙年嚟啦，先祝大家龙年龙马精神，恭喜发财。同大家分享初三去深圳龙岗嘅亲子半日游，今次带小朋友去咗旧年十二月啱啱开幕嘅深圳最大嘅龙岗儿童公园。我哋喺香港搭永东巴士到龙岗华顺航空落车，打车十几分钟可到，免费入场，有十项免费游乐设施，有滑梯、玩沙、攀爬呢啲猎奇项目。最吸引小朋友的当然是机动游戏，是分行收费的。机动游戏有身高限制，有些是要家长陪同搭乘的，可以即场数码付款，但是去票务中心开张储值卡价钱便宜很多。小编开了一张338的卡，玩了极速骑士、跳跳狗、欢乐水滴、森林飞车，这几个项目排队大概十几分钟都算快，大人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。永东巴士每日有26个班次，在香港市区经莲塘口岸到深圳龙岗市区，快速又方便。今日先介绍到呢度，龙岗游仲有下集，记得追踪我哋啊！